到一岁了，一岁左右了，十个月、12个月左右。哎呀，那而且好亮亮的眼线啊！其实我也觉得很纳闷啊，我上个月我送了6-7只哎，为什么还有？你数数看，看起来不多，但是有50只，我要控管到30只。理想的猫咪数是30只，那不小心就会超收、超收又超收。它跟一般的猫比较不一样，因为它是受虐的。你往碰一下，它就觉得好像有人要打它，它就很防备。一人一碗，好。那你看我已经快50岁了，那如果再过几年，这些猫我70岁，我怎么过？宝贝，快擦脸。哎呀，舒服，对不对？哎，舒服。当你要还有选择的时候，为什么要选择一个要照顾生病，然后可能陪你的时间只剩2-3年、3-4年的猫？当然会选那种还没有感情，然后至少可以陪你久一点的。所以他们的几率可能就不高。哦，对不对？好可怜哦。应该有生过，对，看那个奶奶有生过，是哦，生过。好，现在的流浪猫4-5个月就可以怀孕了。嗯，它在喵就喵等于啊，啊不要回家，要啊，哇，好哦，好高兴哦，走，我们帮你去找妈妈，好，走吧。